然后这款游戏要60块哦，我先跟各位讲哦，不是工商，我不是工商，对，那只是因为它是本土游戏，所以我支持它。对，我看那个创作者他也是，就是 PTT 那边来的文章啦。对啊，我是觉得可以互相鼓励吧，60块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便当，我是可以接受啦。那我是有观众介绍的啦，那我只是支持本土游戏，所以我下载。对，60块对我来讲还好。那一个人力量有限啊，那我没有在推广它，对，因为我不知道它好不好玩。如果你觉得看我玩，你觉得好玩，你觉得看我玩觉得好玩，那如果你觉得这个经济能力你许可，那再来买是还 OK。因为看那神木之塔每次那样储，说你们储到烂掉了，这个60块我储不起来嘛。那得到什么金额奖哟？经济部委啊，忘记了金额企鹅奖哟。看忘记了，不知道有人知道，就一个什么奖啦。那我就好奇，我玩玩看。重点是 local 台湾本土游戏哦，这是重点。来了 ，play。哎，台湾本土游戏你全部都英文哦，是安内吗？安内袂塞哦。呢，给你个建议，懂吗？你要 language， 你知道吗？有讲话很中肯嘛？哎，对不对？哦，有不同的关卡啦，打到后来要解锁啦。哦，了解了解了解。Hells， 我在地狱嘛，对不？看起来不像地狱啊，我是翻错的。我们先来打算就关哦，看看好不好玩啊，各位。所以这兔子就是坏人啊，乌龟就是好人啊。他偷走了我的蛋，我要去抢蛋。哎，这游戏叫做滚滚蛋抢蛋，哎，滚滚龟抢蛋大作战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还是要点一下，点。我点了他会走啊。好，你点哪边他滚哪里。哎呀，好，我可以一直拿蛋啊，应该是这样。哎呦哎呦，跑得快哦！啊，滚滚龟跑得快，上面坐个老太太，阿林老师哎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不能掉下去啊！哎，这个画的那个味道还不错哎。嗯，过关了。这个太简单了。个人的目前玩到现在的心得哦，我觉得是要有一点爆点哎，我发现好像没有给我太大的爆点。就是你要有一些隐藏关卡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给设计者的建议的，但是毕竟设计游戏不是那么简单啊。过关，怎么办？忽然间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玩的感觉，哎，还少了爆点啊！我都开始想要玩，忽然间有点想玩神魔了。哎，干希望作者没看到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不错哦，有点爆点哦。哎，对对对，设计这种哦，又是打魔王，哎，漂亮漂亮，你懂我的意思啊？你看他就是知道我会跟他讲，所以他就设计一个魔王出来了。我有点贪快了，慢慢来就好了。他音乐不一样咯。不错，这不错。不过可不可以把 boss 设计有点在打一样？他怎么在睡觉？我一直用龟头打，干他就那个人醒来了。哎呦，丢那个人哦！靠北。打算他端一端的时间，撞。哎、欸、嘿，没败没败，这关设计这样 OK， 这样有一点乐趣了。弹，嘿，小龟，玩七关就放弃了。就是你要有这种东西啊，你就全部都一样东西，我就会有点无聊。回来！你听不懂中文吗？
回啦！哎呦，慢！哎呀呀呀！其实并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哦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哦，哈！老师，打东啊，鬼！回来！回来！冲啊！回来！咖啡啊 ！KO！Perfect， 影片的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本土的游戏，就像七大使一样，以不屈不挠的精神，最后还是完美的通关啦！谢谢大家收看。如果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记得在下方点个喜欢哦。那上面还可以点个订阅哦，对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影片。那我们这次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